车城福安宫摊贩区美食摊位满满人潮，坐下来看看菜单，面饭汤什么都有，最特别的是这两个品项，随便卖89元都可以卖99元，这到底什么东西？我不太敢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晓得会点到什么，我想选自己想吃的，点到不管这个东西都是浪费啊。 游客大部分对随便都可以感到害怕，不知道上桌的会是什么。答案揭晓，随便里面有鱼皮、鱿鱼、蛤蟆，搭配面做成汤类，都可以，就是煎类，上面搭配当日海鲜。问人家吃什么，他们都会说随便，然后就跟阿姨讲说，不然你就用一个随便。那个随便里面就是有鹅啊，然后小卷、鱼皮。 原来是给选择障碍的客人特制的惊喜包，当天有啥海鲜就做啥。暑假尾声，福安宫满满人潮，来拜拜买皮蛋、咸蛋。天气这么热，最受欢迎的当然是车城的名产绿豆蒜。小摊子前，客人围住挑选各式配料，满满一碗冰冰凉凉的碎冰，一口接一口好消暑。这么热的是爱吃冰，无要安怎？来拜拜，来吃冰。 甜甜滑滑的绿豆蒜，冰凉消暑，还有配合客人选择延伸出来的随便都可以，让福安宫摊贩美食充满在地特色。三立新闻黄启晓、古先，屏东报道。